钢铁厂可以。图腾天这个位置算还可以吧？这个是这个位置是知道的人就会去猜的，会去看一下的，但不知道的人就会找蛮久的。所以应该算还可以的一个位置。来，我们来追这个。What can I say？哎，还有平稳。啊，还有平稳，他才敢这样玩。那怎么办？医生就是遇到这种就没解，你知道吗？这张图开始也会生这种奥蒙德强区了。有人开始炸了，虐之巨做事了，两层了，那赶快把我们的那个摇篮曲挂上，做点事啊！摇篮曲上。先来个11%控一下，要，先来个11%。OK， 那一台90%的本来就被容易修开啦。哎呦，它是别台，啊，没关系，赶快摇篮曲奉上。你看，光这一台效益就打很多啦，这一台它又多修了一下，可以啊。他多修了一段时间啊，我们那个虐之巨加我们的再接再厉的 combo 阻止了一台。那如果有人去补就没办法啦。又炸了，又炸了，可以。跟你讲，摇篮曲已经在默默发力啦。那台又有人在补了，我正在开个大店。哇，你看这一台超极限，还是卡着这个进度啊。OK， 这台我造的，你们都别想修，真的。再去过去补他一脚，三层要吗？哦，这个黑妹贡献了我90%啊！我的天啊，感谢黑妹啊！
太舒服，太舒服了！哇，12层、15层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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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讲，后面这还完蛋呢。我们都得感谢这个黑妹啊！我直接给她踹一个大的，漂亮，锁起来。黑妹表示 ：“What can I say？” 好像也太短了，他可能有 day hard， 还是防一下比较好。所以这边我选择电他一下。有有，我只能说摇篮曲真的在发力。哇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又9层到手了，赶快把这台给阻止掉。想修修不了，哈哈！啊，又是一个15层下去了，哇！这一台好爽哦！哇，这一台少说估计踹了有70-80%的进度哎。又炸又炸又炸！要一直炸！你把这个黑妹电到三阶，感觉他待会又会提供我们不少的层数啊！哇，又9层啦！这就是被动收入的感觉吗？这就是被动收入吗？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一把你们都得好好的体会一下我这个 QTE 训练班啊！哇，这什么版型啊？没看过。哇，这是个超奇怪的长板啊！有没有超奇怪的长板啊？哦、no, ，我不会绕这个板，真的，我不会绕。我不太清楚他什么时候要电。哦，他们终于把我的摇篮曲拆掉了。那我是觉得有点为时已晚啦。尤其是这一台，我都不知道爽多久了。没骗到，啊？怎么摇篮曲拆掉还可以炸、啊？啊？怎么摇篮曲拆掉了还可以炸、啊？到底是谁啊？啊！到底是谁啦？哦，终于修开了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我手上这个15层，待会也是给你们播大的、啊，我跟你们说。哦，在进度很多、哦，哎、欸，15层，漂亮啦，舒服。不能修就是不能修啊！
哇，这就是医生的 QTE 训练班吗？再接再厉训练班。平稳，没关系。OK， 我来追他了。终于给我找到一个人了。哎呀，可惜，平稳。好了，我们就照去挂一挂好了。这一位就不找了。不跟他老老实实拼地道，对不对？诶，他在前面，我看到了，前面有个医生幻象，他在前面，如果没有就是柜子里。柜子里，柜子里。收工。有咯。我只能说医生幻象立大功啊。只能说这把是 QTE 训练班的大胜利，代币一直拿，一直拿，一直拿，发电机一直踹，一直踹，一直踹，大胜利。好，我们就这样蹲着。乖乖的，你为什么不摸？你为什么不摸？有什么好不摸的？摸了啦，摸了啦，摸了啦！漂亮，恭喜你成功召唤麦麦。有肉，老哥。